今天呢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我要陪 Sandy 去买衣服。然后那个衣服为什么这么难买？排了有半年了吗？半年以上。反正他就要买一件那个 PP 的背心，然后怎么那么难？洋装是洋装，长洋装 ，whatever， 反正好难买。然后我都要差点要遗忘这件事了，然后现在终于通知说有货，但是必须要一开门的时候就赶快去，所以现在是10:43，然后我们要在11:00以前回家。搜狗，我其实今天很早就起床了，但是我就做很多家事，然后出门前又临时那工作上有急事要处理，所以又拖了一阵子。好啦，反正现在就是要赶快去搜狗。现在是10:59，我们要赶快冲上去。Go go go！ 我不知道是几楼哎，你没有查好，应该是3吧。今天的穿搭就是一个随性，然后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剪指甲，直接穿着拖鞋出门。为什么人那么多啦？你赶快去拿、啊！好夸张，为了这一件等半年。但好啦，蛮漂亮的。对啊。好扯。好好，赶快结账。我们是全部客人里面买最少的，其他人都买个什么10件，所以我就抢先结账。然后现在有点饿，来买这个我很喜欢的面包店 ，My Croissant by Guillaume 即可送，老板超帅，给大家看一下 ，Guillaume 超帅，然后人又很亲切。好，现在要来买东西。我都是吃可颂啊，可是如果你要咸的，你就买别的咸的。它这个糖栗泡芙超好吃，一定要买这个。我呢就是一个连买面包都会失心疯的人，但这件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值得买。我现在就要赶快去我的指甲店的。终于到了，为什么我这么的兴奋呢？大家都知道10月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一年一度的大档期。这个时候呢，我就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就是去补货。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瓶我久仰其大名的赞精华，那就是资生堂鼎鼎大名的小红瓶 ，A.K.A. 红颜超导循环激活露。无论皮肤有暗沉、干燥、细纹、粗糙，甚至到毛孔痘痘的问题啊，小红瓶都可以有效的改善它们。我自己使用下来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它改善了我的暗沉还有肌肤缺水的状况。这款小红瓶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它里面有来自日本珍贵的赤灵芝精粹，搭配独家超导循环技术，坊间一般精华液能做到的保湿补水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它还能做到一滴嫩弹量，只要一滴用量超级省，就可以让你的脸达到Q 弹明亮滑嫩的效果，质地非常清透又好吸收，就算是夏天也不会有黏腻感。另外大家都知道我超级重视香味的嘛，它的香气实在是我必须要给一个大大的赞。它透过那种复合的植萃花香啊，打造出超级超级日本的感觉，一闻就知道啊，这肯定是来自日本的赞货，很像是走在银座街头，有没有那种有钱人身上会散发出来的香气，超级的疗愈。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先把脸洗干净嘛，再来就是用化妆水，化妆水之后直接使用小红瓶，最后再用乳液锁水就可以了。它最深得我心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用量超级省，它只要一滴就可以擦全脸，吸收速度飞快，带给我的那种弹润感是正在擦的时候按摩脸部当下就可以立刻感受到的，同时还会有那种烹润，好像皮肤可以掐出水的那种感觉。
最后又可以让肌肤达到稳定啊健康的状态。对小红瓶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在官网登记到百货专柜体验，就可以领取一份资生堂小红瓶3日份体验包，连结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记得去参考。那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呼吁大家一定要靠柜试用看看，现在有这个超赞的机会，记得好好把握。今天呢来到西门，已经超久没来西门了，但是今天有 All Sense 的活动，所以就要来参加一下。但是因为我晚一点有晚餐的约了，所以就来快闪一下。间的离开了活动现场，然后现在要赶去餐厅，雨非常非常的大，台风好像真的来了。我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活动了呢？就是因为7点 Brian 订了一个很难订的餐厅玉格鹏，所以就是千万拼死拼活也要赶过来，然后我们现在就要进去。我就期待它非常好吃哦，会期待，不然你就对不起。我上次在那个星野，然后我就架摄影机，我们拍吃饭，然后那星野的阿姨就说：“弟弟在吃货。”是在直播啊，哦，引导直播可以，好尴尬啊，尴尬。眼神的部分，我刚看到。我们现在吃饱了，我觉得非常的好吃，好吃，我们一直惊呼连连，真的有一星的实力，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主厨又非常的亲切，会跟你说话，然后会关心你今天吃的喜不喜欢啊，有没有吃饱，还会送客，还有送客，很好吃。好，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家，拜拜。今天是 Frank 的生日，所以我们要去2楼吃泰式餐厅。这个旋转门真的都让人压力很大，觉得很可怕。旋转楼梯非常的华丽，速可泰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爱店。我们今天会不会坐太大一桌？好笑，好大桌啊！迟到啊！我要去一下洗手间。吃很饱了，淀粉很鲜。
现在准备要点甜点。好可爱哦！你怎么想到这个？因为他就问我说要写什么啊，我就是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又要来吃小小素食了。他上礼拜刚得奖，所以很难订，还好有订到。Hello， 欢迎回台，半份的薯球。上面是什么？松露皮蛋豆腐饺，连我不敢吃皮蛋的人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很特别哦。嗯，蛮有味道，但它也没有那个真的。没有很皮，没有很皮，因为我是超不皮的人，很怕很怕。这个是上次吃了惊为天人的香麻蔬菜炖饭，嗯，好吃吗？真的吗？还焦吗？真的会辣，但真的好吃。哇，面包。上面就是仿那个麦香鱼里面的酱吧，行吗？哦，来试试看这个。我们是点伯爵吧，对吧？我最爱的伯爵。好啦，下次。原本以为那个会很久才见面，是不是你就瞬间回来了？才两个月而已。哦，反正下礼拜要回去，接下来就应该也是欧洲见喽。好的，好的，拜。拜拜。今天要来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是 ESOP 办的新的香水的发布，然后它办在一个民宅里面，现在要准备进去闻它的新的香水。期待，真的超级期待。这一次找的空间也超级特别，然后整个弄的也是很 ESOP 的样子。因为 ESOP 准备的 F&B 太好吃了，所以我正在消摊，拜托同事，派对蟑螂，我是派对蟑螂，活动蟑螂。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啊？我又买了新的器材，好用吗？哎、欸，好小哦，很小吧？要不要？要不要？是不是有心动？好像可以耶，是不是心动？好小哦，而且我跟你们说哦，你要不要看？看什么？你继续拍哦，你看我按三下，它会转过来拍我、哦，有没有想买？好，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啊？我们今天要去看床头柜。哦，所以还是看得到有一幕哦。对啊。對啊，好，我们现在要去逛家具哦。对，因为凡缺一个那个什么床头柜。对，床头柜，所以我们要去61号。61号在哪？超级可爱的哎。是不是约你们来很赞？真的。入口就有这个，它是都是走那个 vintage 的家具吗？对。超 Q 哎、欸。
这个我之前有看过，这个这个好像现在还有在出，对啊，他最近有出一个新的是笑脸的，就好像两层，上面是眼睛，下面有个嘴巴，超级 Q。 这个灯，这个灯也太可爱了吧，但这个家里要有100平才能放这个灯。今天穿了那天新买的衣服，热得要命，挂一大串舍利子。对，而且我跟你说，我刚刚就这样上完厕所尿站起来的话，就突然啪掉下来，然后就差那么到尿，就差那么一点点，它就撞到那个盖子，然后就滑出，就是在地上，然后我整个想说，吓死了。现在要来吃午餐，又来到挖苦，可爱的店门口，挖苦挖苦。这是什么汤呢？南瓜豚，南瓜，地瓜，地瓜豚。你们是不是没喝吗？熏鲑鱼芝麻叶配一个温泉蛋，这是一个沙拉，也是配温泉蛋，但我不吃蛋，所以有人会表演。你要吃吗？我吞温泉蛋。哎呦，好大声哦！我点的是鲈鱼的面，可爱的布丁。今天是一个超级特别的日子，有发现我们今天都正装吗？虽然说没有到很正式啊，因为太热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刘爱玉结婚，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参加她的婚礼。然后去之前，我们要先去接子凡。凡凡来了 ，Hello，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天的整个装扮呢？就是睡衣睡衣风去参加婚礼啊？对啊，那很可爱，这个小花纹。很可爱，它这个材质很舒服，就是当睡衣穿是可以的。什么牌子？算了，不要帮它植入。对，但是真的蛮可爱。我现在很贵，我现在身价很贵。对，凡也有买这双被我称之为捕兽夹的这个 Prada Loafer， 然后我穿起来非常的痛，但是他说一切很正常，很舒适吗？对，就是我买比较大。但有到舒适吗？很舒适啊，就是穿下去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胡说八道，穿下去的时候当然会觉得有点紧，但是我超舒适。你不觉得脚背那边有一个紧箍咒吗？对啊，就是这里啊，这里有一个紧箍咒啊。不会啊，你再穿几次就会松了吧？我这还是厚的袜子，我都觉得很正常。婚礼的场地是这个日光相送，钟在那边收钱，收钱的人。金色在收钱。看我的鞋子吗？我怕太累，我怕太累。哦，没有，我非常亲切。你要上演这个啊？你要舔手，你要舔手。多少？这样也敢来啊？很贵，他签本名哎。那你怎么签本名？要签艺名。好贵。你签 Lily Young。要框起来吗？我们是第14桌，还有个专属的名字。对啊，真丢脸，开玩笑的啦。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现在是女方的礼金，我现在可以去买香奈儿了。真的假的啦？快去！哎，你现在赶快去。我先去吗？快点，那你们再帮我 hold 一下。好，等下就说，哎，那包去哪里？不见了耶！对吗？好，对不对？然后我自己也买，我自己也买一个小皮夹。我买一个 A 货一个正货，然后 A 货给他，然后正货。这一位的欢呼声想必会非常非常的大声，请上。最佳女主角还有爸爸。
谢的鞠躬，谢谢爸爸。哇，深深九十度，大家给新郎一个掌声好吗？大声的说恭喜喽！三、二、一，恭喜！谢谢各位，跟旁边的干杯，爸爸不要痛啊！来干杯！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我将这一杯酒分享给今天的新人，还有双方主婚人。有半条版跟米糕版呐、啊，就是有这两种流派。你会不会太兴奋啊？你在兴奋什么？是板条的，因为油饭的我就还好，就是板条的。好夸张、啊，好有品味哦。啊，我说的台湾，你怎么办呢？这个穿黑色的，他穿拖鞋上来啊，麻烦摄影机帮我拍一下好不好？好好看哦。告诉阿内了，你们不要闹了，没有办法看这种。怎么来婚礼还在拿这个 Donkey 的购物袋啦？我很爱 Donkey 啊！新婚快乐，谢谢，祝福祝福，拜拜，开心的今天，开心超开心，拜拜拜。大明星准备好要脚在干嘛？脚在干嘛？跳什么土风舞吗？暖身一下，很久没有上场，就是要好好的。你头发真的要整理耶、欸？本质不差吧？现在要出发去会场啦，到星光三月的 A11， 然后现在就要赶快去 Castify 的店。到了到了，哇，全台湾第一间的 Castify。 介绍一下你这个系列，就是我的马来模系列，谢谢。发大财系列，谢谢。系列经典系列，赛了。哈又在耍怪，耍怪中，收工了，好饿哦。收工有什么心得吗？好开心，好开心，我要回家了。我以为很快就结束了，结果 NG 太多次。其实蛮快的啊，我觉得蛮快就结束了。我原本是很想要在半小时内结束。但是一直重来，我尽力了，收工了，正式收工，返家去。那我们下个月的 vlog 再见啦，拜拜，拜拜。感谢本集财神资生堂小红瓶赞助播出。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在官网登记到百货专柜体验，就可以领取3日份体验包，记得参考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哦。